扣一下子，然后用那个指令。不然的话，只是用算的，这次有点慢啊。差不多就好，差不多就好，最后一场而已。好，行。一样道具吗？好啊，可以啊。我们刚刚公主是影月，对，我被清完装备后就不想动了，瞬间失去人生目标，超远，这是超远，好远。我在厕所啊。哎，团团先，团团特，我到底今天能不能拿到首胜啊？我已经三场都输了，难怪。那你可以跟那个啊，和平在一起啊，这场只剩要输啊。和平今天全胜哦，全胜的男人哦。我只要输第一场胜，这样是不是应该全胜跟全败的在一起啊？对，那泽平过去啊？啊，泽平要过去吗？交易球员，我们用泽平换你们的哈记啊？为什么？我觉得哈基在绿队很棒，很 OK 啊。哈基，你愿意吗？哎哎，我要被关起来了啦！我就救你出来。哈基可以啦，你这边一定会保护你，保护的好好的。好，所以我就只对，是不是？对啊，可以啊，过去我去当间谍。不要啦，只要间谍模式。阿金你好棒啊！然后间谍模式开启之后，那个中间555分的时候，那个中间的缝记得看一下有没有东西啊。大爆，丢纸丢纸，好恶啊！你要让泽平幸运星跟团团一起看看呢、啊。我倒霉星哎、欸，阿金可以过来，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能不能？你要成全他们吗？不是，你过来，颜色也是，这样没有意义啊！这样子啊，不能当间谍吗？没问题啊，没问题，这样没问题啊，嗯。你要去哪里？有问题啊！别打我！要出去踩一下啊！笑，还可以出去，可以出去，踩一下，出去踩一下。好，换紫色，对不对？紫色。我觉得不有耶、yeah! 哇我觉得你们一定会赢哎、欸、我觉得你们一定会赢、啊、我等你的纸张你们绝对会赢不会你们有幸运心没有啊我还有你他们我们有倒霉心、啊、你不能因为哈基过来就放弃了来玩间谍啦间谍喽间谍不要啦间谍、欸、你要把蛋都丢给我们哦我们啊，不是没问题。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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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好的，你也不用怕啊。你们那边有一个公主在，不用怕，有两个公主。你这里面就是一拳，你觉得你公主？影公主，哎，好难过。亲亲亲亲，我们那里。哎，我们真没有谁当过公主。我有被亲过，生平比较 lucky。先有哈基。嗯，对啊，所以哈基我们会保护你的，好不好？啊，你要当间谍就被清东西、啊、怎么办？间谍啊，对啊，你没关系啊，我要你，他们一定清你，你不要啦，没关系啦，你怎样？你被清了魂魄就被勾走了，对啊，被勾走，灵魂落魄的，哈基，来来来，走走走 ，Go Go Go， 我去采羽毛。欸、你们纸赶快扔！我踩水，先踩纸啊！好了，纸剩两滴了。对啊，纸有空再帮我生那个生羽毛。OK， 哎，二阶，是绿色。三阶，三阶喽，再来。羽毛一次拿一个，好可怜。是五阶。OK， 那么帮巧克力升一下，随便升个几阶好。好了，我升。感谢你，男的女的。哎、欸，哈基可以给我个纸吗？纸就好。性别巧克力，谢了。性别巧克力，我去换。换血鞋。可恶，不是我，我不是队长。找一下，找一下，看谁是队长。其实他是卡住的样子。对。哦，那繁星，我写写给你，写给你繁星。
欢迎中吗？水野四等哦，水野四等了。OK， 纸张我们满了吗？我可以。再要一二八。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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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哦耶，哦耶！你们两组纸放箱子里，我看。好，放了，放了，放了。好，那我生火，火四喽，火四喽。那我拆个火。要不要快速的来一个跳跳？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水是不是四了？水四了，水四了。好、哦，有脚脚就可以去踩。起来。嗯啊，好、哦，谢谢。嗯，有有有。有拿到了。哎、欸，哈基！哎、欸，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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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丢纸给他们、欸？没有，你看错了。哎、欸、哎、欸欸欸欸、西木文、啊，哎、欸，间谍装，你给了多少？你不行这样。两张纸，意思意思，吓死人了。我想问你怎么在那边，你又没有蛋，你在干嘛？有，我有给纸啊，我有给纸啊，我是间谍啊。有有有有有。诚意有诚意，给只给纸两张，够有诚意吧？啊，那个跳跳要不要来换啊？哎、欸，有水的话我换。中间有，中间有。然后火的可以去换那个、啊、武器。不说我都还没换。那投票啦。输呢？输呢？什么？你们在踩啊？哎呀，两张纸在那边好碍眼哦。水被我拿走了。空气被你拿走了，开心，小心啊！哦，睡睡睡，武器有了吗？还没，好像还没做。我这边四十个火，先放。哎、欸，那我踩纸，我踩纸。Go， 水继续，水继续，牛排中间有了。OK， 也有火有火有火有，但是我先。现在换一些跳跳。但你们刚刚会觉得洞穴蜘蛛很烦吗？好像没有中毒。太后面了，太后面，他追不上吧？是、哦、我们是这样。对啊，因为他中毒好像没有弄到。嗯，还爬到我们这样。是不是中毒？会不会是那个啊？跟困难度的关系？可是地图原本难度是不是就是调最难啊？有可能他有调整、嗯，或是那个毒蜘蛛的毒可能要买三阶吧？欸、他只有一阶，对，他只有一阶啊，而且可以很大量。哎、欸，没有人死掉、欸，哎，可惜。一把剑，锦月满装，其他人，我们这有三把剑了，箱子有两把。OK， 你看，再拿一点。有人拿纸去换那个味道是，我来换，我来换。要翻新，我要水，水没了，水全部都拿去换跳跳。对不起，还没有装备，都在跳跳。对，都在跳跳。你想要先争取一点分数，那就一样啊。再来个二十只的一等，三级装备也可以再瞧一下，我们装备都好好废哦。嗯，他们四个人都在采元素哎。趁先弄一波，再弄他们一下，放个哎，哎、欸，铁站总部快就爆了，运气问题，运气问题，他铁站是不是快损了？他是有 bug 啊，还上一场没有清啊，没有重置，没重置啊，这铁站傻眼。再命一下就没了，我大军放过去了，太难过了。
哎，三级味道是抓一只，口也不拉个又是他。好 ，OK， 风的空气应该还有吧？箱子有放一些，有箱子有一些。我帮你们用装哦。好，空气角角大家都有了吧？有，都有了。可以增加大军，大军。哎呦呦呦，又一只又一只，我赶快直接去那个喽。怪物有抗性，随机清一名。汪汪汪公主，新的公主。然后不让他们购买。哎，苦灵花阵营。你按到吗？是不是按没有啊？错了，我按的是关闭那个交易所，哎，被关了，还是他只是文字看一下，还是他那个指令错了？然后他们交易所是被关闭的，我们交易所文字错了，对对对，文字错了，文字错，文字错，哎，没事没事，六千了，六千了，箱子有装备，我觉得。我觉得他们汪汪现在就是一个哇就看戏了吧，那我就直接多换几个生化守卫就好了，对吧、啊、换一下装备，我们试试看那个死亡加速 day、欸、死亡竞赛已经开始了，哇你点哦，对，可是没有换，没有装备，没有装备，他中间放下来，中间放下来，不是我们没装、啊、有中间有装，快点拿快点拿快点拿啊，只是我没装而已，你们拿你们拿，没武器啊，没武器啊，快先持得点，哎，压回，哇啊！不是有人过去按那个投降，是不是？啊，没有啊，不是那个、啊、死亡的竞赛，只要一个人死就结束，一个人死就结束了。哇塞，哇，死的就是团团，怎么四个死才会结束？就一个死，一个死，我觉得这个不对吧？而且他一点直接死亡竞赛、欸，他正常应该是扣那个秒数，秒数到没了才会死亡竞赛。嗯，又抓到 bug 了，就结束了。怎么一死就结束了？怎么这么快？对 啊, 對啊，我想下班了，怪的、啊。他有两个问题，第一点直接死亡竞赛，他正常应该是扣那个秒数，秒数到零才会死亡竞赛、嗯。对，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死一个人就G了。对啊，为什么那么夸张啊？这也是可以啊，就更加有公主保卫战的感觉啊。原本以为是汪公主，所以最后还是团公主啊。乖，好像。而且我们按，只要我们说我们没有装备，各种都没装备，我们没装备。我很难过、哦，我没装备就算了，我正要买装备的时候，突然多了一个铁栅栏，被关注了啊！哎、欸，他文字说明还说他文字说的是转移，嗯，这证明团团比较恐怖。对啊，我今天很倒霉哎、欸，我倒霉之星哦，这是最衰的，连最后死也是死在你身上。对啊，没什么好说了。下班喽！下班喽！为什么有这只啊？哎呀！哈基放的呀！闪出来啦！哈基一开始还有真的有打那个你们？有认识啊！我有认识啊！而且还吸不回来，我就说间谍！太霸气了！嗯。好吧，休息，好难的，休息啦，谢谢大家，感谢。为什么杰克在抖动啊？啊，杰克在抖动啊！啊，我感冒了快两个礼拜还没好啊。然后你们刚不是有人问我好像没有，按时空，讲过的话都要讲很多才听得懂。讲久了会累而已。好啦，感谢大家收看啦。喜欢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有的没的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铃铛也记得开。我们拜五，哎，明天见，拜拜。明天见喽，拜拜。我真的第一次看过这一只，之前看先行版的时候都没看到这一张。大家喽。